识货之人拣 Sammy 拣嘢正啊！好食乜嘢？今日食乳酪，不过呢只乳酪咧同平时嘅有少唔同，因为咧佢系用豆奶去整嘅乳酪嚟嘅。平时我哋食亲嗰啲都若一系用牛奶啦，系咪先？咁但系因为呢个世界都有啲人对奶类系敏感啊，又或者有啲人咧手斋，咁其实牛奶咁佢哋都会唔饮嘅选择。咁所以咧就多咗呢一只豆奶乳酪去嘅延伸啦。佢咧唔单止嗱，平时我哋认识嘅乳酪系要用佢哋本身奶沤出嚟嘅嗰一只乳酸菌，然后咧就将佢放落个奶度，继续沤落去变成个乳酪噶嘛。咁、但系呢啲豆奶乳酪就完全唔系嘅，无论系嗰只菌种啊，定还是系佢用嘅奶啦，都系植物成分嚟嘅。咁所以咧，一啲手斋嘅朋友咧就可以安心去食用啦。咁但系味道到底系点咧？其实我自己都未试过，我都好想知道，会唔会系豆奶咁香豆味啊？定还是其实个感觉好怪啊？因为你始终酸咗嘅豆奶会系点咧？又真系我唔系好想象得到。酸豆腐咯。酸豆腐咪真係臭到酸豆腐好似臭，喂，再咪再酸耐啲先到炒，係啊係啊，咁真係唔知啦。咁所以咧就專登俾你試試。你睇下，你咪睇問下自己咯，即係酸到臭味咯。那個過程是先酸後臭的，我未酸啊嘛，係啊，唔知噶啦，就臭啦嘛，係啊，所以就即刻臭，係啊，酸豆豆，咁呢個係咁啊，呢個係咩狀況咧？佢哋呢個咩狀況？佢哋兩個都是一個不同地方製造的一個豆奶的 yogurt 嚟嘅，咁啊兩個就俾你試下咁樣咯。即係去到酸味咧，酸味咧，酸噶啦，已經酸噶啦，係啊，就已經可以食得噶啦。咁啊，所以依家俾你試下呢一個啦，兩個都價錢都爭成20蚊咁樣。其實係俾你唔食奶嗰啲人感受啫。是啊，但是有時有些人追求健康的可能都會覺得啊，吃牛就即有有些人會說譬如喝奶又不知道對身體不太好啊，或者吃牛的又對身體不太好啊，這樣所以呢就吃素那些人應該簡單是啊，所以呢就給你試一下啦。好 A 啊，食貨 A 豆的 yogurt 這個是嗎？是啊，豆的 yogurt、豆的 yogurt 是啊，即係個望落個感覺咧，即係好似豆腐嘅啫，係將啲豆腐咧磨爛咗之後嗰個感覺啊。咁啊，同佢普通嘅 yogurt 睇落去咧，佢就冇多啲渣啲嘅。平時啲 yogurt 咧就比較 smooth 啲咧，咁個感覺咧就似係嗰啲即係漿啊。而呢個唔係，呢個似再糊啲嘅，係爛啲嘅啦。同埋咧，佢黏性冇咁多嚇，冇咁結塌塌係咪咧？即係係啊，黏性唔多啊。譬如佢倒落去嘅时候咧，佢唔会黏嘅，结塔塔都结噶啦，但系佢冇黏噶咧，你见唔见到啊？哦，系嘛，同埋佢里边咧一粒粒好多一粒粒好多一粒粒啊，好似豆腐硬烂咗咁嘅感觉。佢做法系点样嘅咧？佢做法其实同做 yogurt 一样，即系平时嗰啲 yogurt 一样嘅，就系攞咗嗰只菌种出嚟啦，咁然后将佢放喺豆奶入面，然后沤咯。咁我都沤噶，系啊，都要沤噶。咁只不过佢嘅菌唔系嚟自牛奶啊，又或者芝士啊咁，咁同埋佢嘅奶就系用豆奶咁样咯。豆奶冇奶噶啦，系嘛？豆奶就唔系牛奶咯，即系豆浆嚟噶啦。系啦，豆浆。即系攞豆浆加啲菌落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啲菌通常咧，佢哋会话咧就喺啲譬如菜啊、水果啊，譬如泡菜咁都有啲菌咁样噶嘛。咁啊攞喺嗰啲地方度攞啲菌出嚟。嗱，闻落个酸味咧都有嘅，但系个酸味系比 yogurt 咧冇咁浓嘅。好啦，嗱咁啊质地同埋味道闻完啦，试下先。哇！好难吃啊！系咪寡噶？系咪好寡？好寡，好寡！一系啦，因为俾你呢两个都系嗰啲原味啊，坏咗个豆腐咯。系啊，哇，好坏啊！哇，哇喺个口里边咧，好确个感觉啊。哇，唔酸噶，但又唔甜噶，系将要酸咧，啱啱开始起酸个感觉咯。佢仲有少少豆味喺度，系豆腐嘅豆味，系臭豆腐嘅开头啊！哇，咁即系同坏豆腐好相似，好似啊，系坏嘅豆腐嚟，坏嘅豆腐啊，即系你俾阿妈食，阿妈闹你呢啲，同烂牛仔裤一样啊，自己攞裤嚟伸，牛仔裤好地地剪烂佢做乜嘢？系啊系啊，你影一影对面嗰对脚嗰度，你影一影嗰对脚，净影脚得啦。佢避开啊，头先你好好地一条裤，你整烂佢做乜嘢咧？系咪？即系好似啲豆腐咁样，本来好好味噶啦，最屘整到整雪哇！确喉嘅，哇唔得，唔得，除非你系素食者而好中意食 yogurt， 系咪啊？但我唔好明白，肉你都可以唔食咯 ，yogurt 食嚟做乜鬼咧？系噶，六分，好，六分呢个麻麻地啊，咁啊嚟 B 啦，食货 B， 咦嗱 B 又唔同喎，嗱 B 你见唔见到啊？黏性好多好多，结嘅程度咧，其实系两个相约嘅，不过咧。
佢呢個黏好多，所以你倒落去佢連綿不絕嘅，係咪啊？係咪黐好多嘅？你見得你㗎啦，我一攞起一攞起咧，佢可以黏多多好多嘢嘅，而裏邊咧亦都磨得冇咁仔細嘅，唔係磨得再密細密啲，係變咗糊狀啦，真係。嗱呢一個聞起上嚟咧，酸味濃好多，直頭有 yogurt 味，呢個應該好味啲啊。哇！做乜事啊？咁樣樣嘅？哇！好難食啊！第一啖落去咧，yogurt 味，跟住然之後就豆腐味就上嚟啦。哎呀！哇！石膏粉味好重啊！哇！一啲都唔愉悦喎，即係唔開心，唔滑，唔靚。石膏味，哇！石膏粉好重，石灰粉係咪？所以唔係石膏粉，石灰粉好重，因為豆腐係加石灰粉加落去先，哇！我整條脷磨都有石灰喺度咁樣噶，係啊！呢個哇，好重石灰味，好重石灰感覺，直頭好似。哇，好似咧，睇醫生，公立醫院咧個胃唔舒服，咪俾啲白色嗰啲藥水嚟嘅，嗰只藥粉溝水嗰種味道嚟噶。哇，好難食，兩個都唔掂喎咁。A 好啲 ，A 好啲，因為 A 冇咁酸啊。哦、B 咧第一啖會太過，哇唔得，我一諗起石灰粉就成兩兜都係石灰粉嚟啊、六分六分。你覺得加生果會唔會有用呢？應該都麻麻地嘅咯，可應該加生果係啊，掩飾下佢嘅味道。咁當然你同小魚一齊同我做節目，中間加個靚女係有幫助嘅，你唔太都唔太 pleasant 啦。事實就係事實。係啊，真係啊。咁你話加個靚女好唔好啲？好啲，好好多咁樣係嘛？哦、但係嗰個問題就係、是、你問我，你同阿小魚係咪都係索？梗係唔係啦。中間加個靚女係好啲，但係你兩個都係衰啊嘛。依兩壺都係差，好難啊，加乜都冇用啊。咁都要揀一個，揀一個啦！真係要揀嘅話，哇，A 好難食，即真係可以唔使食係咪？呢一種嘢，哇 ，B 係哇 ，B 有種酸甜味，佢係有種鮮酸甜味嘅，但係嗰酸甜味往後跟住再衝翻嚟嗰啲石灰粉咧，好強烈啊、！A 係豆粉，係啊。豆粉芡咁样，我而家食紧嗰啲豆粉芡咁样，好似豆粉芡啊！你有冇试过啊？我冇啊！你真系黐线嘅，你试过先俾人食咯，冇啊！讲几次啫。我自己开完之后都好担心。唔系唔系，咁你买翻嚟嘅时候，你都试一啖先啦。买咗唔知系咩嚟，哇唔得，好痛啊！好痛，我心痛，食啲乜嘢好心痛。拣一个啦。B 啦 ，B 啦 ，B 啦 ，B 似 yogurt 多啲。但系你 B 你头先入口嘅时候开心，然后个反差好大。因为开心，有 yogurt 味，我以为似哇嗰啲石灰粉一推出嚟嘅时候就辛苦啊。其实 A 我觉得应该好啲，因为 A 咧佢似系用真豆腐磨烂嗰种感觉咧，嗰个 raw 嘅程度咧系接近豆腐嘅，咁所以咧可能佢原始啲，又或者做嘅方法咧系比较貼於傳統啲，而 B 個似係溝出嚟嗰個感覺好多，好似揾啲粉開張開翻出嚟咁樣。哇！好難食喎，即係好似薯蓉開粉咁樣樣喎。你食 B 係覺得係 B 個 texture 似薯蓉開粉，味道似 yogurt。A 個咧就似揾豆腐磨咗天然做嘅手作嘢，但係味道咧就冇咁討好。咁但係俾我揀 A 啦 ，A 還算都難食噶啦。今日平嘢有好嘢嘅。佢叫貼近原味多啲啦，因為佢唔係加咗好多糖落去嘅啫，咁所以你食落真係好寡咯，好寡啊，係啊，但係味道真係唔得，好有粉味啊，原來真係石膏啊，原來我出去又講石膏，石膏粉啊，原來真係石膏粉啊，石膏水啊，係唔係石灰粉啊，係真係石膏啊，係啊，石灰粉會死嘅食咗，係啊，係啊，我嗰陣時我記得細個嗰陣時候，啲人同我講話係加石膏粉啊，細個嗰陣時候講，我覺得嚇冇搞錯，點食得落口㗎？因為石膏攞嚟做石嗰陣時候細個攞嚟做石膏冇做冇啊，係啊係啊，做雕塑啊。跟住倒石膏粉落去，自己熱噶嘛？嗰陣時記得，哇！豆腐點食㗎？有石膏、石膏粉，係啊，開好真係有喎！哇，好大陣石膏粉味，唔得啊！真係。但係其實咧，那個 A 嗰個都犀利嘅喎，佢咧喺2015、2016年咧都攞咗我成日咪講話有個咩食物奧斯卡咁樣嘅獎嘅，就係講嗰啲世界美食大獎。佢噏嘅啫，我哋整個 DJ 奧斯卡得㗎啦。唔係佢噏嘅，佢真係有個。即被譽為 DJ 奧斯卡嘅獎項，心裏又連得冠軍啊咁樣。都得嘅，都得嘅，都得嘅。但係佢真係攞咗兩年咯，不過唔緊要，我覺得即係最緊要金噏獎啊叫做。咩啊？金鴨獎，嗯，香港電台金鴨獎，你做乜講？你唔係應該講全香港嘅電係咁係香港電影金像獎嘛？咁啊啱喎，係啊，咁啊啱喎，不過隔離台就好少攞獎嘅。
因为是我哋煮饭嘅。我哋绝对唔系咁样嘅。系唔系咁样嘅？系啊，我今日黐线。我以为你咩脑嚟啊？我哋煮饭嘅人攞唔到嘅咩？人哋就会，我哋唔会。好明显你呢只隔篱台啊。好啦，讲翻 yogurt 先啦。咁总之咧，其实两个你都麻麻地咯，嗬，系咪啊？两个系啊，两个都麻麻地啦。个 yogurt 酒 A 嗰个咧，佢原味多啲，系啊，原味多啲，因为佢冇乜调味嘅。但系 B 嗰个咧，你睇到咧，佢入面其实有啲纸喺度嘅，黑色一点点。系咩嚟咧？嗰啲嘅唔系石膏粉嚟噶啦，嗰啲咧其实系 vanilla 纸嚟嘅。咁因为咧，佢为咗令到个味道咧唔好咁寡啦，我相信。咁所以佢就加咗 vanilla 落去，令到佢希望香滑一啲，但系似乎就失败咗。但系佢真系滑啲嘅。即係睇落去，即係冇咁一嚿嚿咁樣。我寧願佢一嚿嚿啊，係嘛？係啊，我一嚿我感覺佢係豆腐，我仲感覺到佢嘅來源啊。佢嗰個咧開始漿糊開得咁實嗰啲咧，我真係好擔心啊。好唔得啊呢種感覺。佢同埋落好多糖㗎。係啊，即係因為佢，我諗就係就令到希望個味道唔好咁寡啦。酸甜多啲咯，所以第一啖搭落去食落去係 OK 㗎。但係跟住嗰啲石膏粉啲味一出嚟就已經完全唔掂。麻麻地。喺邊度地方做嘅咧？嗱 A 嗰個咧就係日本做嘅，佢係專係一個豆。豆乳生產商去做的、啊、那 B 那個就是美國那邊做的、其實我想其實大家應該想一想本身那樣豆類製品是沒有那樣東西的話就不要特意加一些東西、如果真的要它發酵它要變的話呢一是就變腐乳、一是變臭豆腐、兩樣都是美味無窮硬、要將它整啲 yogurt 做乜嘢呢是不 是, 是有的本身嚇、有我嘔出嚟咩我真的有的我意思你明白嗎我不明啊意思佢意思即係傳統落嚟係一向有冇呢個食品㗎冇嘅呢個真係冇我意思好似係我唔敢講係咪呢幾年先出嚟我意思係咪真係存在我忍受佢冇啲唔通我嘔出嚟嘅咩我唔知你講乜真係有即係如果本身嗰個食品係冇嗰樣嘢嘅話咧就唔好再整嗰樣嘢啦係咪啊即係過幾百年嚟豆腐嘅食豆腐製品當中都冇依樣嘢嘅，咁你做咩做咧？咁樣，咁但係如果就咁講嘅，不過食下食下好似慣咗又 OK， 係啊，係咁倒入口，係咯，試下先，有你啫。繼續吃其實是這樣的因為他都是可能是希望給素食者多個選擇樣希望他們都享受到 yogurt 的樂趣樣我覺得真的 沒必要要享受 yogurt 的樂趣、是不是作為素食者你都可以不吃肉了 yogurt 算是什麼呢那你當是他想 你人生當中肉不吃所有生物不吃我只吃菜而已這麼大放棄都可以了yogurt 选的是什么即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 yogurt 要哇不得啊我这么辛苦我已经不吃肉的了我一定不可以连 yogurt 都要放弃的我心想有什么就值得要为坚持呢同埋你又不用这么多困难反正你吃蔬菜的时候你都有我明白你说什么我明白你说什么咁但係我就係想講話，其實咧就唔淨係話用大豆整 yogurt 嘅，即係其實佢仲有其他款式嘅素 yogurt， 譬如話係椰子乳酪咁樣啦。我自己食過就嗰個好食啲嘅，因為佢始終椰子。你係咪黐線啊？咁你試過你唔俾我試椰子 yogurt 好食啲？我揾唔到比較啊！你咪冇試過豆腐 yogurt， 你俾豆腐 yogurt 我試。係我揾唔到比較啊，因為好比較難喺香港揾到呢一款就反而容易揾到幾款啊。不過都唔係 A 嗰個我都有日本訂翻嚟嘅，其實都要、B 嗰個咧就喺超市可以。要找得到了不過都是麻麻地是不是不用找了沒麻麻地了我覺得你還是素食了這麼久是不是那麼多東西都不吃得了 yogurt 就可以免了它了、就算是都不吃椰子 yogurt 好吃椰子 yogurt 不錯的因為它沒有一隻灰味嘛而且它天生本身有甜味的椰子是、那那個是椰青味會令到你的感覺都會好好像甜品一樣本身就已經 是而本身這個石膏粉加這個豆腐就本身都是沒有什麼甜味我們平時吃豆腐都是加可能是豆腐花啦都要加糖水啦豆腐雪糕都要後面加一些好像應該有加酸豆腐都有的但酸豆腐都是酸的嘛不是甜的東西嘛是的即是酸甜豆腐就有沒有呢沒有好像這個是怪咕嚕豆腐咕嚕豆腐的好啦咁啊講埋俾你聽個價錢先。係、啦 ,B 嗰、那個唔係 A 嗰個呢就好大盎嘅$30一盎。咁但係如果要買返好似咁上一份量呢 ,B 嗰個就要$56。其實如果咁講係咪比普通乳酪嘅 yogurt 係咪都平啲呢唔係貴啲。好似貴啲。因為呢譬如淨係計 B 咁樣啦我本身買返嚟係細 size 嘅佢平時嗰一隻 size 買嘅乳酪可能$8-9有佢都要$21先買到返嚟百幾 gram 嘅隻得。系，所以貴啲噶。好啦，素食者就自己揀啦，唔係素食者冇乜必要都唔好試啦。唔夠喉，仲想聽中霸王？快啲上881903.com聽翻節目重温。中霸王。